请你一下跟他叫是不是好人恐吓？你是不是因为乌龙报道去有圈上控告？你报道的毒蝎事件的假新闻，是不是为着要冲十几个销量？我甲各位同款，拢是身为一名记者，我追求的是追求事实真相的精神。虽然这个报道引起真侪争议，也唔过，嘛提醒社会大众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敢唔是？你真的有做过查证甲报道的吗？你的假闻报告，敢会嘛是假的？我都是唔是拢已经甲你讲过啊，佮有甚物好问的？江小婷。小婷，这个恶心记者，你竟然利用媒体做出伤害家伙这种不实的报道，你若不赶紧澄清，我绝对会让你伫个媒体界无法度继续下去。不是，你着试看嘛。身为一名记者，揭发社会弊案是我的天职，我绝对袂受到任何人的威胁。搁再讲，这个案件政府单位已经咧介入调查，后续所有的一切，要交予时间来证明。江小你的态度不像你，你唔道歉，嘛唔澄清，到时阵你只是把你家己逼到死了，你若是要后悔，嘛袂用。针对江小婷小姐所做的不实指控，阮家豪的律师团一定会告到底。江小，你这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你试看卖，和媒体关系没住。身体，你的身体，你的情绪，我较注意，会当想要几多？贵哥哥，我送你一个 surprise， 让你较欢喜。我要用行动证明，我的心肝内就敢那你一个。